东西还给你，快点儿！车子的事情我很抱歉，但是我最近也没钱，你能不能再宽限我几天？等我有钱了，立刻还给你。哦，还有，这是你给我的200块钱。 不用了，你留着吧。不用，不用了。喂。 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你是抵抗力太弱，还是因为贫血啊？你怎么爱昏倒啊？不对啊，你抵抗力应该挺好的，这么脏的环境也可以生存这么久，你这么一次昏倒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麻烦，真的很麻烦啊！还有，你怎么那么阴魂不散呢？啊！你吓死我了！ 患者是因为长期饮食不规律，加之今天胃受了刺激，才导致的急性胃痉挛。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好的，谢谢。哎，虽然没什么大碍，但是家属也得陪在身边啊。哦，我不是。你们小两口吵架也真是的，女生闹情绪不吃饭，你做男朋友的就大度一点嘛。我不是他的男朋友。女朋友都这样了，还嘴硬。 他现在胃需要调养，喝粥最好了，容易吸收，容易消化。楼下就有，赶快去买。我真的不是他的男朋友。还不快去！哎，等一下，先去把医药费结了。 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排在他的后面。那你站那么远干什么？你排下来。不用了，你排吧。奇怪。 不好意思，啊，我在排队。那你空这么大位置干什么呀？我知道了。这是50厘米，我建议你1米会更好。哎，前面空了，怎么不排上去啊？这人有传染病，离他远点。哦，下一位。 身份证，我没带。你住院啊？不是，是我朋友。那不要你的，要病人的。哎，大夫，这个药上哪儿拿呀？你是在2楼。好，谢谢。